黑了，现在。还有没有？太。我算把这个打开能量了。半夜3点半。大爷，我现在才几点啊？现在才3点多。你昨天晚上吃药间隔够不够？嗯。那都已经吃完了。嗯。晚上吧，没事。晚上去吧。我们要去的地方叫什么？叫大喜宫。九米。6:14才到啊。国道六号线，その先国道51号线の通りルートです。OK，出发。実際の交通規制に従います。在贵州的雾比这个还要大，这种山里面。我们朝着太平洋的方向一直开，漆黑的天空逐渐变亮，从深蓝色过渡到浅蓝色、粉红色，又好像是橙色或者是黄色。破晓时分的天空就是如此神秘而美丽。这不是大西海岸公园了？够了，终于到目的地了。我就不戴口罩了吧，街上不用戴口罩。我懒得拿呀，你喝，我跟你喝一个就好了。我要喝一个咖啡，我觉得这个咖啡有点重哎。好重呀。要录全程吗？啊？可以剪，反正于老板会把你剪掉的。好的。你想出去，我就把你留下。下次化了妆再出镜吧。哦，鸟居在那儿，在那儿。所以从下面不知道能不能走过去了。还有5分钟，万一太阳起早了呢？反正我们这里看得见。对，但是我们可以去拍那个，就是对着那个鸟的地方，不是鸟，对着鸟居的地方。对了，1、2、3，四个。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形容词或修辞手法来描绘眼前的景色。唐诗《天际霞光入水中，水中天际一时红。直须日光三更后，手送金乌上碧空》所描绘的大概就是这般景象吧。
往下走，就是顺着这往下走。嗯，这就是食堂了。嗯，有个食堂。对。就这家就是海鲜市场。嗯，这个就七点钟开门了，这个开了很大了。这个应该。不用给他带都可以。我们玩都没带人家玩，师傅得带人。嗯，是他自己不来的，没关系。今やってますか？嗯。我们可以一样点一点，现在就可以烤了。可以啊。嗯。你要再进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吃的。好。嗯。我们的早餐。嗯。OK， 开始吃早餐了，拜拜，拜拜。